差点炸开了！你上得去吗？我当时我一跳，肯定要来，肯定跳不上去了。你，这个是跟夏天有关系。我听听，这你们应该都听过啊。为什么你不要我？但是你们应该唱不上去是吧？太高了。为什么你不在？我想风你会上学。我在想要那首歌。给你找，你自己找。我手机锁了。为什么？关于狗狗的手机，需要从五分钟前说起。咱要不要唱 rap？后来遇见的陪我春秋，我们唱韩文歌吧。这给我想的是这首歌。我为你心跳，我为你祈祷。如果想遇见你，希望是在晴天里看见你。哇，很不错，这真的很好听。我之前练过，像我们风格的歌。之前练过这首歌。哎，咱们之前不是一起学过吗？对呀，小幸运，还有那个那些年。对，但是我跟狗乐评的时候学过，然后前几年。然后上课的时候，你听见哭了。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。现在咱们可以唱第一吗？我现在不行。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。所以这首歌你还记得吗？那些年的事，都是两年前我们做为借口。谁都怕又爱着